今天带父母到桃园永安渔港的海螺文化馆。之前和父母去永安渔港钓鱼的时候，就看到对面挖土机都在那里动工，现在终于完工了。目前是免费参观，适合带一家大小，一进门就惊艳到了，非常的漂亮宽阔，有很多渔村文化的介绍，场景提供拍照，也有大萤幕的视听区，以及一些捕鱼趣具的展示介绍。带父母体验 AR 扩增实境体感游戏，看谁是海螺王。站在指定的位置上，对准感应器，身体的律动越大，分数越高。所以呢，非常适合大人小孩放电哦。看我们如此的努力，加油加油加油！很可惜，抓鳗苗的 VR 游戏维修保养中，那我们只好继续体验石头捕鱼的 AR 游戏了。耶、yeah, 好棒哦，我们今天一共捕捉到十条鱼。徐爸爸课语朗诵，但是忘记带麦克风了，所以收音不佳，请见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欣赏永安渔港整体规划及海螺文化体验园区官方简报。永安渔港海螺文化馆营业时间：早上9点开门，平日6点半关门，假日7点，每周一休馆。目前是免费参观。来到了渔港，一定
定要带父母吹一下海风，台语叫做扇海风。哇，风真的好大哦！就让我们来听海风的声音。接下来就走观海桥到对面的永安渔港美食广场买生鱼片回家吃哦。请大家帮我